大家好，我是小勇，现在中午十点半了，中午吃饭了，中午呢炖个鸡儿，小鸡儿乱炖啊，去村里边的超市买点菜。到了啊，这就是农村的超市，看一下，挺全的哈。我买点五花肉，然后看再买点白菜吧。现在买菜去了。买啥菜呀？买点萝卜。买肉了吧？买了点肉。上午炖个鸡。你这个，你把这个呀，谁他叫啥？他叫啥名啊？叫勇的。这不是勇的啊？勇的谁呀？这个仙家啊，仙家勇的。勇的，俺什么都不知道，俺那谁啊？这认不了了。这人还不是咱小主啊？认的。再过我都不认不准，不敢。买这些菜花了30块7毛，大白菜，这个菜花，这个晚上炒着吃，要点干辣椒，要了一点，有五花肉没有，要了点瘦肉，啊，这个大萝卜，没事了，晚上炒着吃，中午炒着吃都可以，要了点这个姜，家里边有葱，准备啥？炖个背跳鱼啊？中。啊。炖呗。中。这不知道放了多少天了哈。冰箱里面还有一只，开始下厨了。这鸡放久了有点干巴了啊，这案板也太脏了，清理一下。这刀不行哈，刀快的话两下就剁好了，跟锯一样。这鸡儿时间长了，干巴了，先用凉水把它浴一遍，然后再炒。这嘎子啊，这家伙，洗一下啊，得好好洗一下。我说你搁俺家吃都中吗？躲个筷子的事儿。呀，都备好了啊，凉油下锅，先把猪肉炒一下。辣椒挺辣的，炒出来这个辣椒香味的啊。这锅太小了，炒不开，等一下再加点粉条或者是白菜什么的。昨天晚上我睡得香的时候啊，听见啪啪啪，原来是这个家里边有老鼠哈，把这都吃干净了。这个也是啊，都被老鼠吃掉了。再加上半颗农产品吸吸油啊，剩一半炒着吃。这些馍呢？啊，够吃了，长肚子了呢。哪长肚子了啊？这不知道长肚子了了。啊，姐姐吃啊。啊，那多吃肉吧。房产员还缺事不？不缺事，他是买不上。啊，都让囫囵滚滚放啊。啊啊。得盖住，有老鼠。差不多了，火候到了啊，出锅。这锅咋这卖鸡得值128。还有剩了这个点备酒了，喝点。啊。炖的咋样？吃饭上啊，得吃俩馍上午，这大碗给你盛了。嗯啊，加点醋晚上，加点醋好喝。上点中。你吃啥馍上？你不吃啊？
俺兄你好吃肉，等他回来了我给他炖上几回肉吃啊。中国娘炖这锅啊，尝尝肉熟不，热吧有点。跟他炖了好多，哎兄你说不是半月都来了啊，来了还得去郑州上学去啊，不上学不能光搁家闲的呀是不，好吃啊，好吃，下回还给你炖。你看这给街上买了吗？这多少钱这不？不知道，三块钱几块是吧？三块钱。你问问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三块钱给这七么？五七三十五，合五毛钱一个。这都中晚没的了，这天还真热。俩小狗这闻见味儿来了，忏悔了。等会儿啊，等会儿剩了骨头喂喂那俩。想的了这种。我配了郎酒一盒。你饭店来吃的好吃的还。啊，你饭店来好吃啊。啊，那多吃点吧呀。在饭店来吃去啊。这得88，最低得88，这一个斤儿。看自己炖上还省了。你看这肉你不咋吃啊，多吃点肉。吃点的东西。黑鸭这个炒白菜吃，炒那个萝卜吃。上午吃点肉没事儿。这一说的捞出来俩鸡腿呢。给你吃个鸡腿吧。这还油了，我不吃。给你吃个鸡腿吧。不吃。还有肉的。来。给吃。小狗是邻居家了，吃吧。不敢来。有肉吃他都来，是不是他闻着味儿了呢？是不是饭香？俺四叔说给你弄个小狗养的了，你养不？不养，不喂。不喂。吃完饭了，朋友们，把衣服洗一洗，四五天没洗了。这边的洗衣机都是这个样子的。然后加上水，然后甩一下。今天天热，那再洗洗头啊，好几天没洗了。